妙音动漫因果故事第49集，卖猪卖子。这次可以大吃一顿了。谢谢您，社主。娘子，救我！你，我是你的丈夫黄浦谦呐！胡说，我丈夫去世多年，早就不在了。当年我偷了母亲60文钱，拖累全家挨打，死后就被罚做猪，没有想到又被你们卖出去。快赎我回来，要是迟一点，我就会被宰杀了。吓死我了，原来是做梦。千儿，婆婆，千儿。婆婆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刚才梦到千儿变成了猪。我也梦到了。这么说，这是真的了。咱们去把他赎回来吧。那头猪是你的儿子，你的丈夫疯子。你们还在这儿？算了算了，把猪还给你们。相公，你没事了。奶奶，妈妈，乡亲们都说我爸爸是头猪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不要猪爸爸，我不要猪爸爸。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你爸爸。相公，千儿。这头猪一直跑到40里外的徐家，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。这钱是我捡的，又不是偷的，我才不会变猪呢。可这钱也不是属于你的，你要是花了，说不定会变成猫。你才变猫呢，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，这回行了吧。